欢迎大家来到蝗虫物业场。那么讲到呢，这个行情啊，在荧幕上头写得相当直接了。到底这个盘呢，台股而言，它现在目前粘在8500，是要粘在这个地方呢，或者是要更下一层哈？真的要讲到大盘，仿佛没什么好讲嘛，每天都粘在这个地方，到底粘在哪里呢？打从之前达到8516点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晓得它探到哪里？探到8544，8544是什么东西啊？应该知道全波性总修正第一大关所在了哈。问题它跌破了哈，这里还不算跌破，这里还不算跌破，但是接下来呢？比方说到昨天啊，打到8433，不是破更多了吗？啊，破更多情况之下，收盘呢？收盘其实昨天还收在8510呢、啊，还收在8510哈。那然后今天呢？今天情况来看的话，收好了一些啊，收在8542，收在8542。反正呢，它破归破了，8500破归破，当然还是收盘呢啊，都给你收在8500之上。但是来8542，8542还是没有收在8544之上。如果说了哈，你要说这一切最近了哈，给大家所谓的一个破关，这个是误会一场的话，那你就赶紧收在8544上头吧。尤其是这个礼拜周 K 最好呢就收高一点，收在8544之上，行不行我不知道哈。那反正这是一个逻辑问题嘛哈。来，这个半对数关卡逻辑问题的话，你已经知道了8544是怎么来的，6609到10014，这个是一个大波浪的循环哈。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，大波浪循环在哪里？一、二、三，主升段这么延伸的是五，这个地底波呢只有创高一点点而已哈，有点像是假突破一样啊，突破到哪里？万点这让你看到，看到之后别高兴啊，当时就警告你了哈，居高思维，从这里给它打下来，破线下来，已知全波性总修正，大 P 1 8544都背起来了哈。大 P1 8544到底是真破还是假破？好 ，OK， 甚至我说啊，如果万一了，万一粘在8900，粘着呢，都终究站不住，站不住情况之下然后真的要给它更下一层，往下面那个层次，下面那个层次在哪里？我说就算不会算的，昨天都算了昨天你没看到，今天再算一次吗？好，没关系啊，来，这只是一个逻辑问题了，不是在告诉你答案呢。嗯哼，来，我们看到了下面在哪里呢？第二大关8135哈，这个没有什么好卖关子的哈，8135点，8135点哈，是不是真的到时候站不住8500？真的破了第一大关之后就要掉到第二大关来，到底行不行？没有人规定哈，它一定要落点落在什么地方，没有人规定它是不是一定要对准哪里，但是你心中还是要有一把尺，心中还是要一把尺嘛哈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我说不是完全只有看这两个数目字而已。还记得一件事吗？在昨天我讲到了哈，我说如果你要看周 K， 一个东西你还要看看什么？来，比方这个一样是周 K 哈，只是它比较局部哈。我说除了看上面，你还是要看下面。下面的话，来，这个叫布林轨道嘛，布林轨道它是在扩张的，它是在扩张啊，扩张情况之下，跌势看哪里？看上限。上限要是可以转折向下，那么就透露呢，跌势站高一段落啊。但是上限有转折向下吗？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来，目前为止看不出来。那你要回归到来，你看到这一张周 K， 这一张周 K 啊，然后呢，看到下面布林轨道，刚刚所讲的东西在哪里啊？刚刚所讲的东西就在这里嘛，你看到哈，轨道是不是在扩张？好，放大一点来看，轨道在扩张啊，轨道扩张情况之下，你有没有看到它所谓的跌势看上限，上限有没有转折向下？目前看不出来。那么到底呢是要在哪里才会转折向下啊？这个必须要步步追踪啦，要步步追踪哈。然后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就有机会，它可以让它转折向下，或者真的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如果掉到这里啦，它结果给它转折这个布林上限转折向下，那个情况之下，那仿佛就是说跌更深之后，然后遇到更好的机会吗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哈？来，或许有人现在听到这个就害怕，再跌下去还得了？再跌下去还得了？是不是？很多人都受不了了，我晓得了，我很清楚了，所以我也没有指望、巴望说他真的还要这个样子走。没有这个样子讲啦，甚至有人就怀疑了。崇哥，我记得之前你讲到了，这个所谓这一波下跌的话，本身就是五波势啦，
对对啊，所谓五波式，你比方说啦，到昨天为止哈，一样五波式嘛，五波式怎么界定的？来看一下哈，如果你要是为五波式的话，一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二，再来呢三啊，再来呢四，从九千五以下，这个叫第五波啊。第五波下跌本身呢，哎，五之一、五之二、五之三、五之四、五之五，哎，都已经走到五之五了，还有它更下一层吗？这个样子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道理哈？难道这个所谓五之五，当然还有办法给它延伸，给它延续到那么低的一个位置来吗？欸，如果真要这个样子走的话了哈，啊，请问一下，波浪的学理到底要怎么做调整？波浪学理要怎么做调整？比方说了哈，现在如果照这样界定的话，九千五以下，九千五以下叫做第五波，假定是如此啦，啊，假定这个波浪界定这样是可以的。好 ，OK， 那你把九千五以下呢？来，这个东西叫三十分钟 K 线了，三十分钟 K 线放大了之后呢，那我们知道这个叫第五波的话，那这个叫五之一、五之二，来把它标上去好了啦哈，标上去，标上去哈，做一下学术探讨，学术探讨哈，来这样下来，这里五之一嘛，反弹到这里，当时五之二嘛，打下来到这里呢，五之三嘛，再起来到这里呢，啊五之四嘛哈，然后再下来到五之五，我讲句坦白话了哈。当时跌到8516这个地方，如果在这里起来，它就止跌了的话，也就是，来当时这一张达到8516嘛，哈，对应8544是破一点点没关系，收盘送在它上头就好了。当初如果到这里，你看到，哎，啊，那不是55相当刚好吗？那种情况比较完美了哈，它给你反弹只有这么一些些之后，它掉头下要破低点，哎，啊，请问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那结果呢？啊，这样下来又不是要死给你看，它又黏着，它又起来，收盘又收在8500之上。那请问，如果这个样子的话，啊，所谓都走到五之五了，那这种情形呢？啊，不然它到底要怎样呢？还可以这更加一层，到那个时候8100多去吗？如果真要那个样子走的话了，哈，不是不行。我们讲到一件事嘛，叫做波浪的延伸嘛。那波浪延伸的话，怎么延伸的？波浪延伸哈，会变成说，如果说到这里叫做五了啊，五了之后再反弹起来，下来破低点，拉起来，拉起来要不过它的话，那这种情况叫这个叫什么？来继续把它标上去了哈。那这种情况这个叫做六啊，六的情况之下啊，六的情况之下不是说六啊七，不是这么一回事哦。六之后打下来要反弹不过它，这整个叫奔走型整理了。这个地方就向下跌式的奔走型整理，代表它弱，代表它弱啊！如果是那种情形呢，奔走型整理，然后呢，这种情况再给它下的情形，那才叫做七啊！七的情况之下，改天再反弹起来，还有八，八的情况之后还再往下呢，再破呢九，了不了解？奔走型整理哈，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了，就仿佛什么叫奔走型整理哈？这里是一个反弹 ，A、B、C， C 要不过它，整个通通叫做六，六之后还有七，七之后还有八，反弹再来九，五波是延伸为九波是，九波是给你打到呢第二大关更加一层，行不行？以波浪推演逻辑，没有不行啊，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，当然。啊，我没有认为这样的几率大啊，也没有那个诅咒他要这个样子走，因为那个样子的情况下，说真的还真的蛮惨的，还真的蛮惨的哈。那所以呢，到底呢，你如果说在这个地方要给他呢赶紧啊，这个守稳第一大关就好了的话，那一个前提在哪里？看盘的人，那你本身要假设逻辑在哪个地方？希望他可以拉起来，先过8697吧，要不了解到底要怎么判断？赶紧拉起来过8697，赶紧拉起来过8697。要是这个地方都不过的话，你要担心这里奔走型整理之后，搞了半天粘在8500之后，还是又怎么样啊？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好不好啊？所以大盘虽然没什么好讲的，但是呢，我一样啊，按照这种学理呢，跟大家做了一番演绎。希望这个样子呢，当你看到它往上或往下，心里头比较有谱，可能是怎么一回事，好不好啊？来，除此之外的哈，股价里头啊，有人那往下栽，栽了之后啊，人家在今天止跌了啊。比方说呢，就这两天我们举的例子嘛哈，昨天还讲到谁？讲到这一档了，来看到，来，宏杰哥分盘交易的了哈，宏杰哥打下来没跌停了，给他拉起来，还记得一件事吗？这一档宏杰哥了哈，最近我们
计算了一个关卡，说起来的话，这个算大关卡了。大关卡在哪里呢？来，你看到周 K 线，周 K 线的话，我说了，你不要从头计算，从头计算这个背景太长了啦哈。那说真的呢，它如果线性轨道，这样是当时一个攻击波段，这样是一个大的攻击波段，23到129.5，那回档下来，来这里大波段回档第一大关在哪里？669哈。啊，我没有告诉你答案啊，没有叫你在那个地方要怎么做啊，并没有。我说我自己也好奇啊，好奇说，哎、欸，他打到669的话，因为昨天很接近嘛，昨天跌停板都70多而已嘛。啊，如果给他呢，在下来的情况之下，那我好奇他到底会怎么样啊？来看到哈、啊，结果呢？结果不止669打到65块了，65块拉起，哎、欸，人家拉到745了，拉到745呢？啊，这个样子上下落差将近10块钱哈。啊，那么一个东西来了啊，你说哎、欸、他有没有对准？没对准啊，669他打到65啊，669他打到65啊哈。啊，或许跟这个样子讲说哎、欸、啊，人家因为分盘交易嘛，啊，分盘交易的情况之下呢比较难对准，呵呵，分盘交易比较难对准。好， OK， 一个东西了哈，要探讨学理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。我们所计算这一个呢是半对数关卡，半对数关卡。那么同时呢，在之前不是警告过你了吗？啊，红杰哥在上头呢，啊，恐怕盘了一个什么头？这个东西叫头肩顶，头肩顶。那如果说了哈，真的要比较刚好的地方在哪里？比较刚好的地方是这个时候头肩顶呢，你如果做一个呢，图形测距，图形测距，啊，标准测距怎么测？必须在半对数比例图上头，半对数比例图上头的话，标准测距方式呢，它下来这个样子升高的一个垂直线，从这里画纵轴，啊，半对数比例图呢，两个给它相同刻度的话，告诉你呢，真的大约就这里，大约就这里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你如果说，哎、欸，崇哥，你这个样子绘图方式说大约的啊，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啊，不见得清楚。嗯，你如果真的看数字的话，要更清楚的情形啊。比方我再教你一个哈，半对数运算里头了哈，一个简单的一个算法。那我们假设哈，假设这一条颈线是水平的。假设颈线是水平的，那如果颈线是水平的情况之下呢，那这一下测距是最简单，半对数测距呀，半对数测距呀。假设颈线是水平情况，要做一个半对数测距。来来来，看一下哈，一个数目字就来了，639639哈，639。那么639的情形之下，问题是它事实上不是水平。事实上不是水平，它是向上扬，它是向上倾啊，向上倾的情况下代表呢，不用到量639，会比639大概就64嘛，大概64嘛，比那个64呢来者还要高啊，来者还要高一些啊，高一些不是就65吗？不就65吗？啊，我们再告诉你说这个样子呢，很容易你就知道答案，没有人在告诉你任何答案呢、啊。事实上你明白，如果你要依照各种学理的话啊，到底要推敲的一个模拟的方式，依照学理标准的做法可以怎么样啊？对不对？无关乎操作啦，只是让你明白这一点呢、啊。啊，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，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落脚成功了呢？啊，这个一样呢，还有待观察，一步一步来，有待观察哈。好，起码你可以看到了。像比方说呢，原本在昨天最可怕的，除了红杰科之外，包括呢太阳能股票一挂，通通跌停板，一大堆跌停板嘛。哦，那种情况之下，我跌停的它就死定了吗？啊，不见得。比方说呢，昨天我们不是讲到一件事吗？我说你要观察要点在哪里。这一档叫新日光，新日光这个不是今天，是之前当它拉高到这里，我让你明白下降趋势线啊，刚好要挑战成功嘛，必须要小心了、啊、哈，给它反弹起来，这个全波性总反弹第一关第一大关27大约刚好就在这里啊，这种情况下有过的话便罢，没过了没过就回头了啊，没过回头，所以你来你看昨天从哪边回到哪里，274不是就回档到21.25吗？再下去的话，前底在198。前底在198，来，这个数目是怎么来的？当他这个样子准备要回这底部的情况之下，我说来，你把它计算哈，这整个大背景里头，13.2到14.8哈，原本给他大修正下来了哈，总修正第三关第三大关啊 ，P3 在哪里？209，当初一度跌破之后啊，没真的破了，马上拉一个下影线，之后人家就弹高到这里才回头，回头再下来一样要对应它，对应它209。所以我说了嘛哈，如果你看到它209不保的话啊，那一下子呢
啊，的确就有重新探底，包括破底之余啊。如果209都不保的话，这一下子就要小心。那好歹好歹，今天来讲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嘛哈。昨天打到跌停的，今天其实人家他没有落到平板下，那个时候209明明差很近，非常逼近了哈，但是人家毕竟呢啊没有去探它，没有去破它，会不会机会再来探209？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。啊，你心中还是要一把尺，好不好啊？那这个是属于新日光的部分。还有呢，昨天讲到另外一档，那茂迪，茂迪，那茂迪说起来的话，原本是大家认知里头的龙头老大了啊。如果茂迪情况啊，记得吗？之前结构上拉高到464，我说这里是最大干刺角，阶段性最大干刺角回升，如果不创高。最大干刺角在哪里啊？这个之前就计算过了，464的时候拉到哪里？哎，465最大干刺角啊，刚好就差一点，刚好就差一点，从这里呢回头下来，然后回头下来，好歹一样计算一下嘛。这个波段，这个波段31到464回档第三关，第三小关362，那结果昨天呢跌停打到37，打到37看起来岌岌可危了哈。但是事实上今天有更低，就到365、365、362有没有破？它没破。他没破嘛，所以你要观盘重点在哪里？一样，心中要一把尺，哎，不止一把而已啦。啊，万一过两天之后呢，他把362啊都跌破了啊，都跌破的话，这样重新就要探底啊，重新探底的情况之下，其实看哪里，走 K 昨天算了嘛哈。整个一个中长线里头，结构性来讲的话，原本第三大关其实在323，所以他如果真的回头，这里跌破情况之下，那就小心是不是会来探323啊？不是都直接呢，一定要给你探到三，要破给你看了、啊，你要知道它的支撑在什么地方啊？告诉你是逻辑问题。其实话说回来了，今天太阳能的股票，你说哎，它没跌，它没跌了哈、啊，没跌里头不止没跌，有人呢。啊，其实这个族群有人长得更漂亮，甚至给你拉上涨停板的，嗯哼，来太阳能导电浆的哈，硕和拉上涨停，硕和拉上涨停板，啊，来真的吗？这个是高价的哈，你看硕和的情况这样漂亮吧，给你直接拉到涨停板啊，涨停板意味什么哈？哎，之前前不久啊，就昨天而已啊，打到470，那仿佛呢是要探前底，要探443吗？啊，没有，人家拉起来涨停板，为什么办法拉起来涨停板哈？一个东西嘛，你要除了看技术面，要看基本面嘛，哈。来，硕和情况来看，哎，营收在往上创新高呢，跟去年比一下，跟所谓去年来比一下，你发现人家营收往上创新高啊？请问这个样子代表什么？这种情形就代表说，哎，这个所谓技术性往下掉，这些通通是乌龟一场啊。人家营收有办法创新高，所以股价接下来应该还要继续呢啊，缔造新的高价吗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？先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家园时，请穿雨鞋、戴手套，先做好自我保护。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。水要煮沸，食物要煮熟。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，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。多一分警觉，多一分自我保护。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看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就气喘吁吁的？爷爷，你怎么都不会喘？除了运动，我也定期做体适能检测。体适能检测，你看，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适能检测站，提供民众检测。
项目包括肌力、肌耐力、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，还有英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。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，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。运动久久，健康久久，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哈，现在讲到太阳能族群里头，今天表现最强的哈，就这一档高价的硕和，硕和哈，股价在昨天达到那么低呢，但今天拉起来，哎，给它涨停板，给它涨停板了哈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为什么你要讲理由的话，简单嘛，人家公布营收的话，你看一路往上创高，哎，营收跟去年来比的话，多棒多棒啊，代表今年呢获利就更高更高吗？啊，坦白告诉你，并没有哈，虽然它营收在往上创新高，但是它获利呢？比出去年来讲，获利线是衰退的，获利是衰退的哈。生意做得大啊，但是不代表你毛利率就越高，毛利率是在降低的哦。啊，你要了解到这一点哈。啊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好 ，OK 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当它拿它当一个范例了啊，来做一个半对数的一个验证。来，你看到曾经的400多块钱，从这里震荡区间一波比一波高，涨到604之后，它才回头，回头之后呢，回头不见就死，回到517。啊，对不对？我所讲的就这个阶段嘛，哈，当初443震荡区间到这里，好 ，OK， 打下来，哎，回头回到517，好，当它这个样子，当时产生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时候，先计算，先计算哈，嗯哼，来来来，一个数字来了，多少？刚好就517，刚好就517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呢？当时这个阶段里头啊，回档第二关就是517，刚刚好，一点不差，这个纯粹是巧合。好 ，OK， 这个巧合之后呢，人家他拉高了，拉高之后，但是呢，哎，回升不见得就会创高啊，哈，拉到583块啊，这一下子情况之下，结果他还是回头，回头呢这么搞来搞去哈，搞成什么东西呢？一个东西嘛，跟。上半段我们不是讲到宏杰科吗？宏杰科图形它如果是一个头肩顶的话，硕和的情形，哎呦，这种情况呢，仿佛也是头肩嘛。啊，头肩顶的情形往下测距的话，哎，差不多啦。往下测距，现阶段大概来讲，针对那个头肩顶，它也算是满足了。算是满足之后呢，啊，股价拉起来，啊，拉起来它涨停板，涨停板之后是不是代表说它一定要回升啊？不见得，不见得哈。其实你看的这个日 K 这样还太短了哈。那如果说呢，你要看到呢，啊，所谓周 K， 啊，周 K 更叫意思了哈。周 K 里头，你看它图形更多啊，图形更多啊。比方说呢，你看到，哎，当初是因为 M 头而下，因为这个 M 头破颈线往下摘，对不对啊？如果这样讲的话，哎，崇哥，啊，现在一个情形呢，是不是变过来，变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变成所谓的啊，这种情况是不是所谓的，如果能起来了哈？当初在这里，你看它是一个打入底嘛？啊，如果再起来变成三重底嘛？啊，是不是？你要当初在这里起来，要变成所谓的一个打入底的状况之下，是它这里为颈线，重点是你颈线过不了啊，重点是这条颈线你也过不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过不了的情况之下，为什么过不了？哈，来来来，让你知道结构上的一个问题啦，一样啊，取样计算。半对数，一个数目字嘛，多少？598，五九八，五九八所代表的是低 P 2啦，598不是过了吗？来到612啊，过了之后没有收高，一样再回头之后再来一次604，更加对准它，它还是再回头了，是不是？现在目前你看到它还是在这个区间之内啊，如果说呢，那改天呢，到底往哪边做突破？你有办法突破这个东西？突破这条颈线，那算你强，算你厉害啊！过关斩将可以怎么样啊？要是不行的情形，你再掉下来，再掉下来。你看这个是月 K 线，所有的月 K 线在这里，它月 K 线在这里，在这里的情况之下，因为没有时间了哈，不然我们一样可以再取样，这个样就可大了哈。大背景情况，计算它半对数，上面反压知道下面到底呢支撑又在哪里？支撑又在哪里？是不是哈？那么如果说在大盘这个部分一样，就像我们荧幕上所写的8500连在这个地方，希望它可以站着稳，应该要先过哪里才叫站稳，要是不行的话更下一层，那一层又在哪里？但愿呢
大家可以如自己的一个愿望，你想怎么做就应该做怎样的安排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